我选修连家修汽车来的，啊，选什么看肚子？快轻轻的，打一人各斤的就好了，15块钱。十八点，哎，有一行家来还是免费？就这打两个。哎，我好，我去，啊，赶紧弄给我好了呗。那高点，对，一路要去喷。越甩越喷，越深越行，不是吧？越多越老，那该越喷的。对呀。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你买啥？你走板儿啊？你买个车子？两个车子啊？两个车子走的起来。我给你倒出来一个。怎么着？翻了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我腿有点好，以前打麦子哈，那才打那个啥？打麦子了？以前是？麦子不会打，打麦子就打了。我一年家都来，还不出去。加点水，没有点出水的，哎，出水，出水到了，油菜啊，看到没有温度的哟，那就打不了了，这是我们农田大学的。没关系，可以先上关系。但是他就在机器里，他要把那烧了。机器呢？全是细胞。哦，他不是的。要量级单位，我不懂，你的。今天蒙起来。对，就是。我飞机模拟的很好。那一定是。你不能，你也被欺负，不然我死。我都没得。有的，估计还有好多菜籽这儿。嗯。有多少菜籽？我估啊。啊。一下午打那个就有百多斤菜籽。别烦眼你，咋子那么干哟？今天那个水鸡。你也是城头哦，我不是农村的哦，叫吃一会喽。你教一下喽。你在干嘛哦？小伟哥，你看到没？我这菜籽在那，这菜籽。哟哟。小伟他妈，我一收菜籽了哈。看不到了。哎呀，不能跟你聊啊。那你慢慢来，我到。没关注，点点关注哈，要得。没招呼到朋友们，没有念叨朋友们，这很稀罕，你不玩，今天还有新的朋友哈。